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飞白。自从菲菲宣布预计会做出调整之后，目前赛训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动。先是赛训总监张角卸任，然后是主教练叶亮辞职。此时几乎所有粉丝都在盼望着全教练月光能够回归。于是月光的企鹅电竞直播间变得热闹非凡，弹幕一个个都是期待着月光的回归。然而月光却在直播中表示不会回归教练，并且他表示自己正在干一件大事，他正在和 AG 的股东洽谈，准备当 AG 的第三个老板。如果月光的言论是真的，那么 AG 只有物色新的主教练，毕竟月光已经脱离教练有一段时间了，现在回去不一定能适应。并且月光要成为老板的话，起码会是赛训总监级别的人物。现在 KPL 官方已经公布了选手挂牌的具体时间，那么教练的物色工作肯定也会同步进行。每一个来到 AG 的新教练都不容易，因为他会被寄予非常高的期望，一旦拿不出成绩，给到教练压力的人可就不是一点半点。这几天关于新教练应该很快就会有新消息传出，小伙伴们认为月光如果重新执教，能带领 AG 取得突破吗？我是李飞白，记得点击订阅按钮，可以收到我的最新视频。